嗨，大家好，洛杉矶的地产经理李斐。昨天的 vlog 我们家三公主降临，这期 vlog 应该是我拍过最火的一期 vlog， 全网留言火爆了，一半是关注我们家宝宝，谢谢大家对我们宝宝的关注，称赞我老婆，谢谢大家对母爱的赞美，还有一半是关注我本人，因为昨天讲我晕倒的那个事情嘛，大家都各抒己见，给我提供宝贵的建议啊意见。我也觉得看了大家的留言，我现在更重视这件事情了，我决定今天去就在这个医院做一下这个脑部的 CT 的扫描。但是呢，白天还是生活要继续嘛，带孩子们去看牙齿啊，去做日常的，对，日常的这些生活的更新，所以我们 vlog 继续。Hello, babies. Whoa. 前两天 vlog 里面提到的眼镜的问题，用这两个配件尝试解决一下。本来妈妈应该明天回来了，但是我跟妈妈讲了，你们都特别想她和小宝宝。妈妈agree了吗？对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跟医生去讨论这件事情，看看能不能今天出院，好不好？如果不能你们有没有 ready 做一个大哥哥一个大姐姐，帮妈妈一起照顾宝宝？我是帮你。最主要的是你们自己要听话，如果你们听话的话，就可以节省妈妈的很多时间精力。我不是帮妈妈跟你吗？你们先做好自己的事情，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最好的帮我们 ，OK？ 好，那我妈妈，我要亲你，妈妈跟小宝宝，我要亲你，妈，我也是，妈，妈。很多人问我整牙的地方，我整牙的那个医生他辞职去写书了。所以他已经不上了。那今天看完这个 vlog， 可能又有很多人问给孩子看牙的地方，它叫做 Growing Smiles， 在 Urban 这个地方非常好的看牙的诊所，特别是给孩子。走进去吧。我打不开看完牙齿了，好人好事做到底，我把这个牙科的地址直接放到屏幕的下方，如果大家有想给孩子们看牙齿的，直接到这里来。我觉得这是耳湾看儿科牙齿看的挺好的地方。因为孩子们特别想妈妈，我们决定提前一天出院。你没有办法去陪练。找到卢卡斯练一下，卢卡斯选那个全明星队的事情，我还要再帮他补习，加练一下。
们两个就坐在这里，因为你们两个不能上去。我把手机留给你们，如果有重要的事情，我会用妈妈电话打我的手机。如果你们有重要的事情，也可以用电话打我打妈妈电话。你们两个坐在椅子上，不要乱跑。手机不可以用来看视频或者是刷东西，明白吗？就在这等着，我上去收拾一下，很快下来。在这等着，马上我就带妈妈跟妹妹下来了。OK。从今以后，你就不是妹妹了，你就是姐姐了。哥哥、姐姐，那个是妹妹。OK。Hello, baby。哥哥姐姐都来接你了。他意思应该是让我把东西拿下去，然后他拿轮椅来推你跟宝宝，对，让我把车停在那个接你的地方。对对，你要把车停过去。行，那我先下去。他要下去了。哎，那些纸都拿了。都拿了。嗯、那两个小家伙已经迫不及待了。回去要玩他了。希望口碑抓紧时间过去吧，太讨厌了。否则的话，如果没有口碑，我们家宝宝都可以到楼上去，我们一家人去接宝宝。现在是两个大的要留在楼下，不能进去，然后我要上去帮他们收拾，下来再把车开到旁边，再跟两个大的一起。这个疫情虽然对美国的影响比较小，但是还是真的带来了诸多不便。马上就来了，别着急，我先把这个给他整，哎，不要把它弄脏了，好吧？我先把这个整理好。你们都喜欢的 Mary 美女送了我们这个婴儿提篮和推车二合一的，很好用。这是当推车的时候，底下带轮子，然后如果收起来的话，就是先这样，然后这样。那要把它折起来的时候呢，背后有一个按钮，一按的话，轮子就可以收起来，变成一个便携式的安全提篮，放到车上去。所以两用。Mary 很 nice， 很贴心啊，送了我们这个礼物，谢谢 Mary。嗯、Mommy, baby, big brother, big sister, yes。嘿。就放那里，我来装。我来装，我来装，我来装，走，去。Alrighty, take care, guys. Thank you. Thank you so much. You're welcome. 给大家正式认识一下。Heidi, Heidi Lee， 还是 Heidi 韩？你都不知道姓啥，我们还没决定姓 last name 姓什么。L E E， 怎么可能？都已经交了那个纸了，怎么可能没有决定啊？啊，好吧，嗯，好了，这样。我当时应该直接写个韩算了，反正你也不知道我写的啥。不能啃，不行。哎呀，不能啃。这里眼睛这个地方，老公、嗯，你看上面是对的吗？上面不是对的。上面是有的，老公。我知道，我来弄，我来弄。扭一下就好了。我知道，别着急，好吗？哦，我们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好了，接到我们家老三了，哥哥姐姐一起接的。我跟菲奥娜也讲了，今天开始，菲奥娜更名了，菲奥娜不再叫妹妹了，叫姐姐。我们家是哥哥、姐姐和妹妹，一家五口回家了。
可以睡下吗？爸爸，你就扶着就好了。用力。对呀。睡觉。哦，漏了。没关系。我家老三是个大胃口啊，今天才是他第二天，开始吃20毫升了，太可爱了，太可爱了，简直就是。回家喂完宝宝，刚开始坐在电脑面前干活，就被老婆一顿骂，让我出来去做 CT 的预约。这个事情确实还挺让人担心的，我家里人很担心。我爸刚刚退休，我爸4月初刚退休，他就年纪大了，出现过几次这样的情况。当然我跟他不一样，我是看到特定的画面之后受了刺激，然后我自己分析啊，就可能比如说有点反胃啊，或者是想呕吐这种，然后你的胃是不是大量的收缩血液，然后这个血液就从脑部中被抽走了，然后就脑部缺血了嘛，缺血可能就缺氧了，就昏厥了。但我爸那个是就没有看到什么画面，就莫名其妙的就会产生这样的情况。所以我还讲我爸，我说你不要担心我了，我反过来我还担心你呢。哎，但是这事儿出了之后，总之被他们爸妈也好，被老婆也好，一顿骂一顿顶，现在要去我们 Woodbury Town Center 的这个霍格急诊去约一个 CT。 讲到这里就要再夸一下我们小区了，真的很方便。我们 Town Center 里面健身房、星巴克、银行、加油站、超市，这些都不用讲了，还有医疗的单位，有宠物医院，有这个急诊中心。我先去急诊中心进去，因为哦，还没跟大家解释，本来想在那个医院接着去约那个医生嘛，但是那个医生下班了，然后我的案子是归那个医生管的，所以必须得找那个医生。那我们今天提前出院了，就等不到那个医生了，所以现在重新换一个急诊中心再约吧，想要约一下大脑跟心脏这两个重要的器官做一下全面检查。哎，有了第三个孩子，感觉责任又多了一份，得确保自己的健康。先不说什么搬砖啊、赚奶粉钱这些，对吧？得好好的活着。我第一次来这个急诊中心，这边居然有会讲中文的女生在帮我约了一个会讲中文的家庭医生。因为我们过去一直用这个 PPO 的计划，就直接去到专科医生那边，所以我们没有家庭医生。那这一次做这个心脏和大脑的扫描，他们说一定要家庭医生开单子，所以我们过来找家庭医生。这么巧，这个等于是前台和帮我们找的家庭医生都会讲中文，所以还挺方便的。就英文嘛，你日常口语也许可以，但是讲到病情这类的真的还不行，所以讲中文很重要。约好了下礼拜一早上10点半去看这个吴医生。我自己做了一些研究，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，就是血液的问题。当时因为紧张或者是什么原因，血液全跑到胃里面去了，大脑缺血。下一次就知道了，遇到这样的情况躺下，然后你的血液就会进到大脑里面，你就不会这种休克或者是缺氧了。但是为了安抚家人们，为了安抚老婆，还是去做一个，拿一个，对吧，安全的、健康的、没有问题的报告给他们，封住他们的嘴巴。否则的话，你以后去打球、你去健身、你去滑雪、你去干嘛都要说。我自己知道我是没有问题的，我身体很健康。虽然这种情况网友也说了，也不是我自己一个人个例，对吧，大家有晕血啊、有晕什么样的情况很常见。那我做完研究之后呢，就是给到大家建议，就是躺下躺平，让血液在身体里面，这大脑自由的流通，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。我那天是因为我觉得如果吐在那个沙发上太丢人了，所以我想走起来走到那个
洗手间去。那本身有时候你坐在那里或者是蹲在那里猛一站起来，你大脑就会缺血嘛。那我更难受的时候站起来就加剧了这种情况，就一下就晕倒了。做了吗？约好了，下礼拜一。不可能，谁让谁做的？那我爸说要做那个核磁共振，他说做脑子要做核磁共振。礼拜一我就礼拜一见家庭医生，我再跟他说我要做啥。你见哪个家庭医生？你肯定要通过家庭医生给你 refer， 你不可能直接去做。为什么不能直接？那你刚才去看了什么？刚才去我跟他讲我要做的事情，他说你这个得通过家庭医生，他就给我约了家庭医生。你追到哪个家庭医生？还刚好他给我约了个讲中文的，而且那里面就是那里的奶奶，就是那里的医生，那里面讲中文的医生。那我就不知道了，反正约好了，就约好了就好了。那你问他，你说你，哎，爸爸，宝贝儿，你跟他讲一下，好吧？他需要做啥东西？两个小的 update， 一个是这个眼镜，两个小配件解决问题嘛。我后来发现其实不需要，只要放鼻贴这一个小配件就行了，而且鼻贴大家从这里看不见，那放在后面的那个小圆的就可以看得到，所以我把那个圆的给去掉了，现在这个眼镜就很合适了，对 ，fix 这个 issue。第二个就是我们的68号 Chesma 的文件，现在基本上已经做完了。第一轮买家冲得太高，后悔了。我之前视频中提到过，第二轮继续来 bid， 现在还是大幅度的超出要价。所以这两天虽然在医院忙着接生宝宝，但是工作依然没闲着。这是我之前提到过的，我很喜欢我们的这个工作的原因，就是其实你不用 physically 在某一个地方一直待着，你可以比如说我在医院陪产，但是我处理邮件就好了，我处理这些沟通谈判，把文件做好。然后礼拜一等这个定金进来，基本上这个案子就 secure 了，因为没有 contingency。 现在就像我前面提到过的一样，在尔湾抢房子有点像在北加州一样，你可能得没有 contingency 才能抢到房子。对，所以两个小的 update 关于我的眼镜和我们工作上的事情。三公主接回家了，老大老二也得照顾好啊，还没工作完就被他们拽出来要游泳，还振振有词说你工作晚上也可以工作啊，但是晚上天黑了就不能游泳了。你们俩以后谁带妹妹来游泳？以后妹妹大了，这次摔到头跟滑雪摔到头有点像，就是脖子好痛，我刚才躺下的时候脖子还痛啊，爸爸的脖子好痛。再把人脖子打动。你再不亲我，以后妹妹就亲我了。我让她不要亲我。你要让她不要亲我，以后我就什么都不帮你做了。你自己不亲我就算了，你还让妹妹不要亲我，太过分了。今天的 vlog 到这里了，朋友们，正式开启我们一家五口的 vlog 生活。带完老大老二回去喂老三，明天见。